当时我们听着音乐，还好我忘了是谁唱，谁唱。当时桌上有一杯茶，还好我没将它喝完，喝完。谁能告诉我，要有多坚强，才能念念不忘？当时如果留在这里，你头发已经有多长，多长？当时如果没有告别，这大门会不会变成一道墙？有什么分别？能够呼吸的，就不能够放在身旁。看，当时的月亮，曾经代表谁的心，结果都一样。看，当时的月亮，一夜之间化作今天的阳光。谁能告诉我，那一种信仰能够让人念念不忘？回头看，当时的月亮，曾经代表谁的心，结果都一样。看，当时的月亮，一夜之间化作今天的阳光。当时如果没有什么，当时如果拥有什么，又会怎样？